神盾谷即係我哋認識嘅 Shield 啦，咁佢喺香港迪士尼樂園《明日世界》Stark Expo 新設咗一個叫神盾谷科技館嘅。咁 Leslie Lam 林洛斯呢個人物咧就係神盾谷科技館嘅總工程師，咁佢就係負責監督住神盾谷喺亞洲嘅工作嘅。咁 Leslie 呢個人咧，佢就係聰明嘅，亦都有自信、冷靜，但同時佢亦都有幽默感嘅。因为我好喜欢 Marvel 的戏，是好喜欢，是一出我就要看那些来的。I'm part of Shield， 那种是真的光荣、开心、兴奋、紧张，我真的紧张到睡不着觉的。它是一个互动的游乐体验来的，因为你真的好像入了 Marvel 的世界，在现场到发生的所有事你会很投入。Ant-Man 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会放大缩细，在那个游戏体验里面也都会有这样东西的，你会变大缩细的。在里面你也都会体验到一些、Marvel 电影里面、漫画和电视剧里面曾经出现过的一些细节。大家快啲嚟香港迪士尼乐园同 Ant-Man Wasp 一齐并肩作战，对抗 Hydra。3月31号约定你，你准备好缩到蚂蚁咁细同 Ant-Man Wasp 一齐作战未？